注意内底，弥勒尊佛，咱继续看七百零一页。今仔日由后壁第三章开始。那么顶一回咱遮所学习的，就是缘起的义。那么缘起的义呢？啊，当然，伊头前有甲咱讲真济点有关缘起的意义。好比讲呢，吼，头前伊先甲咱讲，啥物是缘起的意义呢？就是宣说缘起的目的，要互咱了解，伫缘起的道理当中呢，是远离友情。搁再呢，是无常，是暂住，是依他。搁再呢，宣说缘起的意义，就是要予咱了解，在一切法因果当中，伊是远离一切作用。所以咱顶一回呢，最后就是学习到这。那么搁再看，伊只原文讲。以利作用，福因果相续不断义，是缘起义。虽然讲缘起所显示的道理，就是互咱了解，一切法虽然伊是靠因靠缘来显起，毋过呢？众因众缘对有所生的法，本身是无有作用的。这咱顶一回有讲到。那么在无作用的状况当中，咱来了解这个因果，伊本身又阁是相续不断。所以讲，整个的缘起。就是要来甲咱显示这个道理。虽然讲自因自缘对有所生的果，实在来讲，就真实的道理来讲，是无有作用的。啊，毋过呢，因果伊本身煞悠远嘛是相续不转，相续无断转，安尼。所以呢，这嘛是。缘起深深的意义，那么咱看注解，伊离作用只是缘起义者，出现因果相续流转，无有间断，故作是说。这点就是要来甲咱显示因果伊彼此之间是相续流转。无间断，安尼流转不停。那么将来都未有一天，伊会断转；将来都无有一天，伊会停止。所以今仔日讲缘起，就是要来甲咱显示这个道理。意思讲呢，众生在无始劫以来，安尼一直受生死，一直伫轮回不断。那么这个轮回不断受生死呢，咱来了解，本身就是一种因果的作用，本身就是在自己缘起的体现。不过头前甲咱讲，因对有果，众缘对有果呢，实在来讲是无作用的。啊，不过呢，在这个无作用，在这个离作用。诶，缘起当中呢，伊彼此悠远，还阁相续不转，并未讲离作用，结果呢，因就无法度生果。因虽然对有生果是无作用，毋过呢，因果嘛是如是流转不断，持续安尼显现。所以现在这就是缘起深深的道理。那么众生为虾米？在世间流转生死，这个因果伊会相续不断呢，就是因为咱无听闻着佛法，
咱无发起如理作意，咱无得到正见，所以咱就无法度成就灭除烦恼的方便。如果咱若是有听闻佛法，有如理作意，有有者栽培正见，那么迄当阵咱就会当修行到灭除烦恼。烦恼若灭除的话呢，那么因果伊就袂阁再相续啊。所以在阿弥灭除烦恼之前，因果呢就永远爱相续不断。所以这就是缘起的意义。阁再来呢吼，以因果相续不断，或因果相续转移，是缘起义。在这个因果相续不断当中，咱要了解，这个因果与彼此之间是相续现起的。因果，那么在一个凡夫来讲，伊永远生死流转，未有间断，未有断绝。就亲像头前所讲的，因为呢无断烦恼嘛，无断烦恼呢，所以因果就相续不断。不过在因果相续不断当中，咱要了解每一个众生伊所有的因果，因本身啊，阁是相续显现。这个相续显现呢，意思就是讲，比如讲善的因啊，得到善的果，安尼。啊，当然这个善的因甲善的果呢，伊彼此就是相续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咱看这个注解，伊因果相续不断，即是缘起义者，出现种种因果品类差别。这点就是要来给咱显示呢，咱伫世间所栽培种种的因果，那么伊有真济品类的差别。为虾米安尼讲呢？因为咱来了解，咱的烦恼有真济品类，咱所做的业嘛有真济品类。那么烦恼甲业既然都有差别啊，有真济品类，所以呢，咱将来所得到的果报，就分作真济品类。好比讲，伫三界当中，三界呢，啊，就有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咱当初栽培的业无同，所以果报呢，就分作这三个所在。啊，是讲呢，啊，分作五处：人、天、地、狱、恶鬼、畜生。这嘛是因为业烦恼的差别，所以予咱交感到五处各报的差别。啊，也是讲呢，咱这个众生的生命体呢，有四种的方式来成长，包括呢软性、胎性、湿性、化性。这嘛是因为众生业力的差别，所以这就是因甲果与彼此之间有相似。如果若无相续呢？啊，好比讲善的因得到恶果，恶的因得到善果，安尼就无相续啊。现在咱来了解，虽然因果是相续不断，毋过呢，伊彼此之间嘛必须要相续，这就是缘起深浅的道理。搁再来呢，搁要甲咱显示啥呢？吼，结现因果互相抚顺。故作是说，搁再要甲咱显示呢，因果彼此之间，伊是互相抚顺的。这个互相抚顺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好比十二支烟气，十二支烟气呢，那以无明来讲，无明伊是会当帮助。会当随顺升起行，就是无明因行。无明伊会当帮助升起行，安尼，甚至到最后呢，生
会当帮助生起脑素，所以伊一个一个，伊是互相相称相顺的，啊，到最后呢，就交感出咱真大的苦恼，安尼，然后这就是互相抚顺。如果若是讲无顺呢，吼、哦、无明就袂当生起行。今仔无明若是现起的时阵，伊就会帮助咱做种种的业。那么这个业呢，啊、哦，当然伊要现起，就是因为有受到无明的帮忙，所以这个是互相抚顺的意义。以无明来讲，无明就是因，那么行就是果，因。帮助生起果，那么这叫做互相抚顺、哦、所以今仔日这个因果相续不断中间，咱来了解因果彼此呢是相续显现、哦。那么相续呢，就包括种种的因果，伊是有品类的差别，啊，搁有呢，哦，种种的因果，伊是互相抚顺。所以这就是缘起深深的意义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以因果相续转，复自业所作义是缘起义。在这个因果相续显现当中，那么咱搁爱了解一点，就是这一切的因果，拢总是由自己。所造作由自己所栽培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缘起深深的道理，深深的意义。那么这点呢，咱看注解啊，以因果相续转，即是缘起义者，出现因果决定，不相啊不相杂乱，故作是说，就是讲呢。这点要来甲咱显示因果，伊彼此之间是决定的，伊袂互相杂乱啊。所以呢，啊，毋只讲出自业所作这部分的意义。那么这点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主要就是强调讲，今仔日咱所做的业呢，就是自己爱受果报。那是我作业，那就是我受果。啊，那别人作业呢，就是别人受果。无迄个讲我作业，啊，做了了后呢，啊，结果别人去受果。啊，是讲别人作业，啊，煞互我来受果。安尼就变杂乱去啊。所以今仔日因果是无杂乱的，因果是无杂乱。在相续显现当中，咱来了解一切因果呢，就是自作自受。因果不但是彼此爱相续，搁再呢，因果嘛是爱决定。因果的相续，就是指善的业得到善报，恶的业得到恶报。那么无明呢，伊是帮助生起行。乃至呢，吼生帮助生起恼恕，因为因有一个相续的关系。不过呢，在一切相续关系的因果当中呢，咱来了解，每一个人做的业，就是自己来受果，袂去予别人受。我做好做歹，我家己呢就受好受歹，袂去影响到别人安尼。啊，如果乃影响到别人呢，哦，这就变作杂乱去。啊，所以今仔日缘起深深的道理呢，就是甲咱讲自作自受，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以上呢，伊只啊来简单甲咱讲，讲一寡呢缘起道理重要的意义。那么下面问：为显何义建立缘起也？正最后，佫提出一个问题。请问，为着要显示什么款的道理？为着要显示什么款的意义？那么佛在经中，卡甲咱建立出
延期，安尼。那么，但为现因缘所摄染物清净义故，真简单，就是要来甲咱显示整个，包括因缘所含摄的染物的道理，啊，搁因缘所含摄清净的道理。咱要了解呢，咱伫世间得果报，啊，是有生死，这就是一个染物的因缘，安尼，啊，染物的因缘。那么有一天，咱若是修行得断烦恼，得解脱，那么这就是一个清净的因缘。今仔日讲出十二支缘起，当然最首先就是要来甲咱显示。因缘所含摄整个染物的道理，因为众生由无明缘形啊，乃至呢生缘落数，这就是世间流转的一个停数。当然，这种的停数呢，伊本身就是一个污染的代志，因为世间的果报就是污染。为什么污染呢？因为伊是由烦恼产生的，伊是由无明来发动的，啊，才会到最后得到一个苦恼的生跟恶数，啊，所以这整个呢，就是污染的果报。不过呢，污染的果报，伊本身嘛是因缘。如果咱来学习性德，断除无明，断除烦恼，那么就未造业，未受到烦恼的滋润，那么到将来，咱就会当断除生跟恶数，世间残染的果报，咱就会当甲消灭，啊，得到涅槃的境界。当然，这就是一个清净的因果，安尼。那么看注解，为现因缘所摄染物清净义故者，如说无明缘形，乃至生缘恶数。出现因缘所摄染物义，亲像经典哦，也是讲头前甲咱讲的，包括无明缘形、形缘色，一直到最后呢，生缘恶数。那么这种顺处地所讲的十二支缘起呢，就是要来甲咱显示。染物的因果道理，众生因为有无明，才会造业。啊，到最后呢，因为有生，才有恶数，这嘛是种因果的关系，因缘的关系。不过这部分的因缘呢，是属于染物的因缘，安尼，就是顺生死的。搁再来呢，吼，如说无明灭，故行灭，乃至生灭。故恶数灭，出现因缘所摄清净义。那么，亲像经典内面所讲，也是讲呢，亲像头前所讲的，如果将无明消灭，那么咱来了解行，伊嘛会对咧消灭。那么乃至呢，到最后，咱也是将生消灭，那么恶数。卖消灭，这点呢，就是要来给咱显示清净的因果道理，属于清净的。因为无明灭，就无造业；那么生若灭呢，就无恶数，无遮个苦果。这就是一种出世间幻灭的道理。不过呢，这嘛是属于因缘。嘛是属于因缘，因为行要安怎变呢？行若要变，就爱甲无明变嘛。那么恶数要安怎变呢？就是爱从生变恶数，我们才会当变。所以这彼此之间嘛是一种因缘的关系。不过这种的因缘呢，伊是属于清净的因缘。所以才简单甲咱讲，佛在经中建立因缘的意义，目的呢，就是要甲一切众生显示，包括。染物的因缘，包括清净的因缘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以上就是缘起心深的道理。
搁再来呢，吼，要进入第四个部分，就是缘起的差别。缘起差别温和，那么最首先先提出一个问题，缘起的差别又搁是安怎呢？那么位于真济无底顶，如经公说。伊遮啊，首先就先简单甲咱讲，就是指真济无底顶顶安尼。十二支缘起因的差别呢？因为缘起有十二支。那么来以十二支来讲，每一支伊阁有真济差别。那么所以讲，才先甲咱讲，就包括真济无底等等。那么详细的情形呢，就亲像经典内面详细有捌甲咱解说过安尼。哦，那么咱看注解。如经公说者，为如缘起经说。伊只原文甲咱讲如经公说，那么到底是对一部经呢？啊，伊只甲咱解说讲，就亲像缘起经所讲的，伫藏经当中有一部经叫做缘起经，这是玄奘法师所翻译。那么内面嘛有详细讲出缘起的道理，所以现在要甲咱讲十二支缘起因的差别呢，啊，叫咱参考缘起经所讲的就会使。所以伊只先简单甲咱解答，啊，先甲咱简单安尼解说，搁再来呢，特别进一步详细甲咱说明十二支缘起因的差别。那么首先先讲无明，毋过咱来了解无明本身伊阁有十九种的差别，安尼啊，阁有十九种的差别啊，所以现在就是一项一项来甲咱说明。那么首先先讲第一种，伊真济无底温和，无明十九种的差别。那么第一种就是伊真济无底，真济就是过去式，对有过去式的无底。那么这种的无底又阁是啥物状况呢？啊，所以先阁再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那么下面就解说啊，伊讲为伊过去诸行，岂不如你分别？啊，简单讲，就是对有过去的诸行，对有过去的果报，迄当阵咱发起一种无合理的分别观察，一种无合理的思维，就是讲咱的心，当伊针对过去诸行，那么咧分别的时阵呢，迄当阵心是堪不如理相应。为什么讲叫做不如理呢？因为咱来了解，凡夫伊本身对真实义是无通达，是无了知啊，所以咱拢总活伫颠倒梦想当中，咱对有所攀缘的一切境。不管过去也好，现在也好，未来也好，当咱面对这一切境的时阵，因为本身就是有无明，本身就是有颠倒，有迷惑，所以迄当阵，咱面对这种种的境界，咱本身袂当有一种合理的想法，这就是不如理的分别。所以现在呢，伊针对过去的一切法，生起不如理的分别。那么什么叫做不如理的分辨呢？伊下面就继续甲咱讲啊，伊讲呢，为我以过去为情优雅，就是讲呢，我伫过去敢曾经捌有吗？啊，即个我呢，什么叫做我？其实我并无存在。众生的果报体呢，其实若真实来讲呢，
就是五蕴而已。啊，不过呢，却无法度理解这点，在这个五蕴心当中，还佫甲一别有一个我。所以呢，伊就将过去的诸行佮当作我。啊，所以现在就讲，我伫个过去，敢有吗？未曾无也，啊，或者是无。我在过去是无的，那么情何体性？情何种类？我在过去是什么款的体性？安尼，我这个胳膊体，我这个生命体，还是讲我在过去呢？伊是属于什么款的体性？属于什么款的种类？安尼，那么所有无知。就是讲，在这当中所有的无知，那么这种就叫做依真者无知。就是讲，对于过去世的一切，那么伊有这种无知，因为伊无知嘛，所以唔才会生起讲啊，我在过去是有是无，啊，若讲有呢，是啥物款的体性，是啥物款的种类。伊如果若是讲有一个了知，一个正确无颠倒的了知呢，哦，当然伊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伊就没有这个疑问。现在就是因为无知啊，所以有产生这种种错误的疑问安尼。那么咱看注解，伊真者无知定者，处中无知无明亦明。原文内面所讲的无知，就是无明与差别的名称。啊，所以安尼讲呢，无知就是无明。唯有无明，何必真实？以所知境不能了知，故名无明。为什么无明啊？要叫做无知呢？啊？因为咱受着无明，甲咱暗看，暗看啥物货呢？暗看即个真实的道理，真实的境界。所以迄当阵，互咱对有一切所知的境界呢，因为伊的真实上受着无明所服从，受着无明所暗看，所以迄个所知境呢，咱就无法度了知。所以根据这点来讲，叫做无知，就是无法度了知一切所知的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受着无明所障碍。由于过去诸行无常发性不了知故，是名以真者无知。这个众生呢，因为对于过去的诸行，对于过去的生命体。哦，那还有，或者是讲呢，对于过去的五蕴，那么这个过去的诸行呢，实在来讲，伊本身的体性是无常，无常确实则过去诸行伊真实的性质。不过呢，无了解这点，所以迄当阵就叫做伊真者无知。那要讲过去诸行呢，伊是无常法嘛。所以过去诸行其实呢，一定无存在啊，一定不可得啊，啊，一定空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伊无了解讲过去诸行是无常法，伊的性质就是无常，无了知。所以集中呢，啊，过去诸行啊，佮有啊，所以伫遮咧分辨，啊，伫遮呢，吼，佮产生种种错误的分辨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依真者无知。由此无知，岂如是疑？疑我相助，分别过去未曾有也。现在因为这种的无知，所以迄当阵呢，伊就生起疑性。什么款的疑性呢？怀疑我是相助不变，怀疑我啊，伊是形象啊，相助不变。啊，所以呢，迄当阵就会去分别讲，我伫过去是有吗？安尼，搁再呢吼，疑无因生，分别过去未曾无也。如果呢，迄当阵伊怀疑
我是无因所生，所以伊就会分别过去呢，为情无影。如果这个我若是相处不变，表示讲现在有我，过去嘛是有我，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呢，过去是不是有吗？安尼。啊，如果若怀疑讲这个我是无因所生，无需要因素，伊到现在生呢，就自然出现。所以当初伊就会想讲，那么我因为是无因所生，是现在才出现的嘛，所以表示讲真正是无的。啊，那么就会分别讲啊，过去我是不是无？安尼，搁再呢吼，以主体别分别过去综合体性，搁再针对这个我啊，我的主体呢啊有种种的差别，所以当阵伊就会去甲分别讲，我在过去啊曾经是啥物款的体性，安尼。搁再来呢吼，以性处变分别过去综合种类。如果伊若是怀疑这个性处，对有这个种种性处的差别，伊有疑惑，啊，迄当阵伊就会分别讲，啊，我在过去呢啊，曾经是啥物款的种类，主体别者三界众生。有四种定主体差别，那么这伊特别个别甲咱说明讲，什么是属于主体的差别？就是指三界所有的众生，那么伊伫三界所得到的生命体呢，有四种的差别，为有自害，不由他害。哦，第一种，哦，第一种的生命体呢，就是有自害，不由他害。这咱伫头前曾经捌讲过，好比讲天人，天人的生命体呢，啊，就是有自害，不由他害，安尼，哦，就好比讲某一种的天人，那么因呢一直佚佗，啊，佚佗到袂记得时间，啊，袂记得家己咧创啥，啊，然后由遐呢，啊，生命就结束，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天人。因为愤怒，安尼，啊，彼此之间呢，吼，安尼，迄个愤怒的心，啊，互因底下互相安尼相认，啊，到最后呢，迄个愤怒的心愈来愈强，啊，结果呢，生命就结束啊，所以迄个是由自害，不由他害。搁再呢，吼，迄由他害，不由自害。第二种的生命呢，就是由他害，不由自害。就好比讲，吼，伫母胎中的众生，母胎中的众生呢，当然伊自己是袂当自由，所以伊当阵伊的生命，啊，生命，若是讲消失呢，啊，好比讲，啊，这个做妈妈，吼，去堕胎，安尼，啊，做妈妈去堕胎，啊，那么所以就受着外力。来甲伊破坏伊个果报体。那么在母胎当中诶，即个众生呢，当然伊自己是无力量来害自己。啊，伊个主体若会受到破坏呢，拢总是由外力啊，所以讲即叫做由他害，不由自害。搁再呢吼，亦由自害，亦由他害，就是讲一般吼，所一般咱即个人。咱这个人呢，的生命体，那是受到破坏呢，就有两种哦，或者是自己害自己，啊，好比讲自杀，啊是讲呢，哈，由他害，啊，受到别人所破坏，安尼，或非他害，或非自啊，或非自害，或非他害，或者是呢，哈，第四种。第四种呢，就好比讲大菩萨，啊，也是讲佛，啊，因的生命体是袂自己破坏自己，嘛袂受到他害，袂受到外力来破坏，所以这种呢，吼，如是差别，如前解释释见立中依说，这四种的差别呢，就亲像头前，啊，捌讲过，头前捌讲过。
那么今相处别食，为三界五处四生应知。相处的差别是啥物货呢？就是指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佮五处，就是指人天以及三恶道，佮再包括四生。四生就是指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这就是相处的差别。所以今日啊，伊只特别佮甲咱介绍啊，啥物是主体的差别，啥物是相处的差别。那么若对于过去诸行有种种的无了知，迄当阵呢，咱就会生起遮种种的想法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依真者无知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依后者无知温和无明十九种的差别当中，那么第二种就是依后者无知。后者就是指未来世。那么下面就解说，吼，伊讲为以未来诸行，岂不如离分别？为我以未来为东优雅，就是讲这个众生以针对未来的果报，哦，那么生起不如理的分别。迄当阵呢，伊就会安尼想：我伫未来世敢有吗？为东无雅，或者是讲呢，我伫未来世伊是无的。东河体性，东河种类。那么我在未来世是什么款的主体？是什么款的种类？安尼，我伫未来的主体是属于什么款？我伫未来的相处是属于什么款？那么这当中所有的目的，所有的目的，这就是依后者目的。那么咱看注解。以后者无知定者，处说未来名为后者。啊，这点就是甲咱讲啊，未来叫做后者，为未来诸行动生发生不了知故，以如见解。就是因为凡夫对于未来的果报，未来的果报伊是啥物款的状况呢？伊是动生发生。那是讲过去的诸法一定无常，一定灭坏去。那么未来的诸行呢，当然也未生，也未存在。不过因为咱有烦恼、有无明的关系呢，伊必定爱生起。所以未来的果报呢，当然是必定爱生。这就是未来诸法的性质。今仔日咱对这点若无了解呢，就会生起这种种的分别。无合理的分别，安尼，啊，所以春呢，就亲像头前所解说，啊，包括呢，啊，未来东有东无，啊，那么未来呢是啥物款的体性，啥物款的种类，那么这种种就参考头前所解说就会使，安尼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依真后者无知温和，这就是无明第三种的差别。真后者无知，就是指现在世。那么下面的解说，伊讲为以锐气不如你有无？为何定是我？我为何定？就是讲现在的众生，伊对于现在世一定现起的果报体。一定现起的啊，这个自内的果报体呢，伊嘛是发起一种无合理的丢毒，安尼，无如理的一种丢毒心。那么当然这嘛是一种分别，伊安怎分别呢？伊讲何定是我，什么是我，安尼。那么我为何定，我是啥物货？这个内在的果报体，这个五蕴心，什么是我？我是什么货？今处有情，从何所来？
以处物以同往何所？今仔日，这个众生呢？啊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众生是按对来的。那么伫现在是果报，那是结束了后，众生去到对，安尼啊，所以这当中所有的目的，都是以前后者目的。那么咱看注解。以前后者无知定者，以现在世名为前者，待过去世是后者，待未来世是前者故。这个前后者呢，就叫做现在世。啊，为什么要叫做前后者呢？就是讲现在世，那对待过去来讲。伊是属于后者，啊，对待过去世，伊是属于过去世的后者。那么呢，对待未来世呢，伊是未来世的前者。啊，所以伊其中这两种的性质，唔只讲叫做前后者。由此目的，为以内心个别诸行，起如是义。今仔日这种的目的呢，吼，伊就是唯独伫咱现在的内心当中，那么个别呢升起种种的意识，为将真者来以诸行中何等是我？就是讲我这个生命体啊，是由过去世过来的。那么在过去世过来的这个生命体当中，在这个生命体内面到底是？对一个法是属于我，安尼。那么若处物以往之后者，以诸行中我为何等？假如讲今仔日，那生命伫只结束，要行向未来世，那么迄当阵，在这个果报体当中，我又阁是属于对一个部分，安尼。那么初选以我主体，啊，这点呢，就是针对我的主体。那么凡夫呢，有疑性，啊，有无了知，无明白讲这个我的主体是啥物货。那么色定我闻是名诸行，以处我闻个别成疑，故作是说何定是我，我为何定？今仔日咱来了解吼，色相想行识五蕴，这就叫做诸行。伊嘛是众生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。在这个主体当中呢，拿真实来讲是无有我存在。不过凡夫因为无明，因为无知，所以伫当阵呢，对这个五蕴，伊就生起疑惑，啊，然后伊就会想，啊，想讲呢。今仔日这个五蕴，啥物是我？我又阁是啥物货？由于从前者来，后往后者我之一处，故作是说：今处有情，情何所来？一处物以同往何所？今仔日啊，这个众生。对有生命体是由过去来的，搁在生命体那死亡了后，要行去到未来世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吼，我到底是依止伫对，吼，我伫这个过去的角色当中，伊是依止伫对，啊，伊是住在对。那么我这个角色啊，在未来世当中。伊又阁是依止伫啥物所在？今仔日伊有疑惑，啊，伊有目的，啊，所以毋只讲呢，今仔日即个众生是由对来的，啊，过去世是由对来的，啊，伫个即个所在呢，如果生命结束，啊，伊将要升起到啥物所在？啊，那么即当中的目的，啊，即个是现世的目的，安尼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以内无知云何？为以个别诸行，岂不如理作义？
为之有为我所有目的。即、这个对有内诶一种目的，啊，对有内诶一种目的，那么是啥物货呢？哦，就是讲凡夫对有咱即个生命体，其实伊就是个别的自性。咱即个生命体呢，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色、想、想、行、识，个别的自性。今仔日生起不如你的作意。不如你的分别，从这个个别诸行当中呢，伊集中有一个我，安尼为己为我，从这个个别诸行呢，咱内在的个别体，甲当作是我，那么这当中所有的目的，啊，这就是伊内目的，简单讲就是有五执，啊，为什么有五执呢？因为目的来的。搁再呢，以外无知云何？为以外非有情所诸行，岂不如你作意？为为我所所有无知，啥物是以外无知呢？就是讲凡夫对有外在的境界，对有外在的诸行。当然，外在的诸行呢，伊是属于非有情所。那是有情所，就是指众生啊，有生命的众生。啊，那外在的非有情所呢，就是指一般的物品。以一般的物质来讲，迄叫做非有情所的诸行。迄当作呢，伊嘛是同款，发起不如你的作意。什么款的不如你作意呢？就是执着为我所，外在的一切境界，外在的一切事物，拢总是我的，安尼。啊，那么这种就叫做以外无知。简单讲，就是有我所执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以内外无知混合，啊，这是第三种。就是为以他相续诸行，岂不如你分别为万千中所有无知？这个内外无知呢？哈、啊，内外无知是啥物货呢？就是众生针对他人，啊，就是对有他相续的诸行当中，这个他呢？当然，伊嘛是属于外在，毋过是指其他的众生，啊，种等于讲其他众生以这个相续个别体的诸行当中，那么嘛同款升起不如你的分别，啊，什么款的分别呢？哦，就是讲集中，这个外在的众生，某一个人啊，是我的愿。啊，我讨厌的人，也是讲某一个人呢，哦，是我的亲，啊，我亲爱的人，我喜欢的人，也是讲某一个人呢，哦，是属于中，看我呢嘛无好嘛无歹，安尼，啊，有这种种的分别，种种的执着，这种的无知，就是内外无知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哦，因为这个内外来讲。伊并毋是内，啊，并毋是内，啊，因为伊是别人的个别体。那是以内来讲呢，啊，伊是指自己的个别体，啊，那么现在这种的是别人的个别体，啊，伊是属于别人的个别体，啊，所以伊嘛集中这个五蕴，所以叫做内。啊，搁再呢，为什么讲叫做我呢？因为伊是他人呢。啊，他人呢，并不是自己。那自己呢是内，啊，不过现在是他人，所以讲叫做我。不过是属于他人的个别体，啊，所以讲叫做内我。所以现在在这个他人的身上，那是发起万千中，这种种的无知啊，这就是以内外无知。那么时间关系，咱今仔日研究到这。祝福诸位，弥勒众佛。